哎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是送快递的，敲了半天啊，都没人开门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啊，糟了，垃圾也没有扔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给我打个电话叫看守公司的来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是谁？我是他房东，这老太太无儿无女的。你是房东，那你怎么没有钥匙呢？钥匙传给他了，赶快打电话吧。哦哦。阿姨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，阿姨！糟了，等不了了。阿姨，幸亏这门结实，要不然被你撞坏了。你没事啊？那怎么一天垃圾也没扔？我呀，去给朋友带了一天的孙子，无儿无女的，讨个乐呗。虚惊一场。没事啊，就好。以后啊，记得扔垃圾了。哎，房东，